去的呢。我来了个急刹，他就，然后就，然后我刚开过来的时候，他就直接撞上来了。这是一起交通事故的现场。2021年11月11日凌晨，警方接到报警，在市区某路口转盘附近，两车发生了追尾。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警情。报警的是白车司机，他声称自己在正常行驶到转盘附近准备拐弯的时候，后面一辆红色轿车突然撞上了他的后保险杠，造成两车的剐蹭，所幸没有人员受伤。哦，北的，这里是玩的吗？朋友在这里啊，你过来玩一下。他叫我过来的呀、啊。他叫过来干嘛？过来玩啊。红车司机姓李，他说，因为在行至路口转弯处时有些分神，所以当前车减速时，他自己没有反应过来，这才造成了事故。李某表示，他愿意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我们发现当时现场的司机都是没喝酒的，没有酒精含量的，吹起来都是没有灵的。按照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程序，交警对两车的司机都进行了现场的酒精检测，虽然检测仪器显示他们都没有饮酒，但凭着多年的交通事故处置经验，交警总觉得哪里有些蹊跷。边上围观的一群人呢，他们都说自己是过路的，看热闹的，大概有六七个人呢，都是有一身的酒气。那么我们心里，因为我们毕竟做了这么多年的交警呢，想着大晚上的凌晨一点多了，两个没喝酒的人，边上围着一堆喝了酒的人，那本身这个事情就是有蹊跷在这里面的。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这起交通事故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围在两辆轿车旁边的人引起了警方的怀疑。他们声称只是看热闹的，但是时不时的跟司机李某说上几句，像是在商量着什么，偶尔呢还有眼神的交流，再加上身边这几位围观者身上有着明显的酒精味道，警方初步推断现场有酒驾顶包的嫌疑。接下来现场勘验的情况似乎也支持了警方的推断，勘验表明红色轿车在追尾白色轿车时没有任何的刹车痕迹，这样的情况多见于酒后驾驶，在酒精的作用下，司机无法判断和前车的距离，发生事故的瞬间来不及刹车。那么真相是这样的吗？一起进入我们今天关注的事件，了解它的来龙去脉。酒驾追尾找人顶包，又是我们新的一个新的思路，是不是故意撞的？事故的背后，谁在制造重重迷雾？就发现这个车辆很奇怪，白天没有轨迹，只有夜间凌晨才会有轨迹。诡异的踪迹，暗藏了怎样的玄机？计划的偶然事件，一线正在播出。警方调取了事发路面的监控，监控显示在路口转弯处白车正常行驶，红车紧随其后，没有任何减速，直接发生了追尾。警方再次询问了红车司机李某，发生事故的时候他在做些什么。李某一下子说自己踩刹车，本来踩刹车的，踩成油门了，一下子又说自己喝看手机啊，一下子又说自己伸手去捡东西，反正就是前后三次好几次都是不一样的。面对李某语无伦次的回应，警方越发怀疑他有替人顶包的嫌疑。顺着红色轿车行驶的路线，警方在多个路面卡口的监控中甄别汽车上的驾驶人员，然而监控显示红色轿车的驾驶员确实就是李某，中间没有换过人，警方最初的怀疑被推翻了。就是那个白车的司机
来了之后，我们就跟简单了解，他也说了一句，他会不会是故意撞我们？那我想，哎，这又是我们新的一个新的思路，是不是故意撞的？如果是李某驾车故意制造追尾，那么案件的性质就变得更为复杂了。顺着这个新思路，警方调取了更多的监控。那么我们就换一个角度，我通过沿途的监控卡口去看，发现就是他这个白车呢是从一个酒吧里出来，然后那个红车呢从他酒吧里出来之后，红车就一直跟在他后面。证据面前，李某承认自己确实是故意撞车的。这一次他说，当晚偶然看到白车车主从酒吧出来，直接开车走了，有可能是酒后驾驶，他就想制造一起交通事故，借机敲上一笔。那么我们把他撞一下，他又不敢报警，那哪知道他对方还报了警，他说我也不敢，本来想拿点钱，他说现在钱也拿不到。按照李某的说法，他只是偶尔会守在酒吧这种地方，看看有没有人会酒后驾车，通过制造轻微交通事故赚点小钱。但此时警方掌握的证据证明，他还是没有说实话。这种碰瓷的案件不会是偶尔为之的，甚至是多人的案件，可能会有一个组织性的。就发现这个车辆就是很奇怪，白天没有轨迹，只有夜间凌晨才会有轨迹。根据李某的行车轨迹，那段时间他经常昼伏夜出，每次都是三四个人一起尾随跟踪一些车辆，借机碰瓷。几处的路面监控都拍摄下了他在深夜驾驶车辆与前车发生追尾事故的画面。这个现场呢，就是有明显的故意追尾这个撞车的一个过程。同时，李某等人经常在深夜收到一些大额转账，按照这些转账信息等证据，跟李某联系紧密的马某等人也很快进入了警方的调查圈。马某呢，应该是主要的对象，都是他召集人员去做计划的。经查，马某、李某等人专门针对酒后驾车的司机，伺机制造交通事故，索要钱财。大部分受害人因为自己是酒后驾驶，有所顾忌，不愿意报警，所以马某、李某等人几乎每次都能得手，索要的金钱数额也不断的增加。久而久之，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套路也更加隐蔽。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美好的相识相约，看似偶然和意外，竟是局中之局。计划的偶然事件，一线正在播出。黄先生遭遇了一次交通事故，直到警察找上门来，他才知道那次追尾事故竟是被人设计的。当时我只是感觉心里有点憋屈，就感觉这个事情，反正我也在心里也想，就是说算我自己倒霉吧，给自己一个就是教训。黄先生说自己之前从来没有在酒后开过车，发生事故的那天是因为刚刚认识了一个女性朋友，饭后为了送这个朋友回家，才冒险在酒后开了车。一般男孩子嘛，都爱要面子嘛，就是说，他说你。我自己打车回家吧，那我一个男孩子肯定是那个的，肯定是我送你吧。那天发生的事儿给黄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工作比较辛苦，黄先生偶尔会在网上找人聊天。有一天，一个自称小金的女人主动跟他打招呼，说自己26岁，是做美容行业的，就在黄先生家附近的地方工作。附近人啊，就是离你有多远啊，都可以看到啊。小金告诉黄先生，他最近刚刚失恋，心情很不好，想找人出来喝酒。在家里好无聊啊，睡不着，出去走走。他说我们出去 喝一杯吧，他就发位置给我，然后我就过去接他。
见面后，王先生对小金的印象很好，两个人就找了一家饭店，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就两个人喝了两瓶啤酒，后来就也没坐多久吧，然后他说要回家了。当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王先生觉得自己有义务把小金安全护送到家，而且小金的住处距离饭店并不远，所以黄先生左思右想后还是选择了酒后驾车。其实我也是不想开这个车，因为我早知道我喝了一点酒了。怀着侥幸的心理，黄先生开车驶向小金的家，没有想到就在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一辆车从后面追尾了黄先生的汽车。黄先生下车查看，发现对方是一辆红色的轿车，车头部分已经刮蹭出了多道痕迹，刮痕嘛一点点吧。我说我车都没什么，为什么你车这么厉害？黄先生认为他的车被追尾，所以应该由对方负全责，但是因为自己喝了酒，所以想尽快脱离现场。黄先生当即表示不追究对方的责任，可是追尾的一方却不依不饶，反倒要求他进行赔偿，否则就报警处理。因为我想着要报警的话，我喝了点酒会不会是会酒驾，酒驾的话就会构成二分，那就私了吧。因为担心对方报警，黄先生同意赔偿，双方经过讨价还价，赔偿金额从5000元谈到了3600元。给对方转账之后，黄先生很快离开了现场。直到回到家中，他才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因为一切都太过于巧合了。因为你变过一次了，然后后面就有点感觉，就有点阴影吧，就是感觉谁都像会变你一样那种，居然不太相信别人了。经查，有过类似遭遇的不止黄先生一人，这些受害者们不知道，当他们在网络上跟人聊天接受邀约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因为我们的本质就是想骗他们开车喝酒，然后再把他们的钱套过来。金某扮演向受害人发出邀约的角色。金某称他在朋友圈看到一条广告，上面说只要陪人吃饭喝上一顿酒就可以挣500元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联系了一个姓马的本地人，就是很正常的吃饭喝酒聊天。他当时说还有个女孩子带我一起，可能当时出于就是那种急切想要那笔钱的那种心理吧。很快金某就得到了马某给的500元钱。在这之后，金某按照马某的要求继续约人开车出来见面聊天，就是聊聊生活啊怎么样子，然后工作啊怎么样子，然后抒发一下，就发泄一下自己的那种憋屈的那种，在生活里碰见的一些憋屈的一些事情嘛。然后如果有这些男性主动加他了，跟他聊天，他就会以自己失恋了想喝酒这样的名义去约对方出来。约定了见面，金某会通知马某等人在饭店附近等候，当金某跟受害者碰面之后，他会主动提出喝点酒的要求。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是会认为喝一点点酒不会，只要酒精度不高就不会被怎么样子。在确定对方喝了酒之后，金某就会要求对方送他回家，同时将对方的车牌号码等信息发送给马某。等他们开车的时候，我们就会碰瓷嘛，怎么赚这个就是看巧合嘛，就差到一点就可以了。得到金某已经乘车出来的消息后，马某就会安排李某驾车跟随，伺机制造交通事故，再向对方敲诈勒索。下车之后嘛，看他表情，比如说看他的那个神态，因为很紧张啊，干嘛的，肯定有问题的嘛，是吧？然后跟他问了，靠他近一点，说不定还能闻到酒味呢，基本上都能闻到酒的味道。然后嘛，就问他说我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我说我们走保险。万一我们打电话嘛，他肯定心里慌了呀，慌了嘛就看我们可以私聊这样子嘛，可以要多少钱这样。在李某小心的碰撞之下，双方的车辆损失都不大，
但是受害者为了尽快私了，在马某和李某等人威胁要报警的情况下，大多会主动掏出几千甚至上万元的赔偿，之后这笔钱就会经过马某的手分给参与作案的人。一般都是开车的拿三分之一嘛，女的拿三分之一，我也拿三分之一。犯罪嫌疑人呢，主要也是抓住这个被害者惧怕被交警处理。不到半年的时间，这个团伙已经由最初的两人发展到11人，同时升级的还有他们的作案方式。警方在调查中发现，一位受害者酒后驾车被他们追尾后惊慌失措驾车逃跑，被马某等人堵截，还实施了殴打。这个暴力的持续过程大概有1分多钟，然后这受害人在被打了之后迫不得已把身上的这个钱交给了这个犯人，这个行为人。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碰瓷的案件，但是从我们的从安全从角度来看，它有可能会升级为抢劫，升级为危害公共安全。2022年7月底，乐清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对五案件宣判如下：全体起立。一、被告人马某犯诈骗罪、犯敲诈勒索罪、犯抢劫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6,000元。被告人金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团伙其他成员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怕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是很多遭遇碰瓷儿的受害司机的心理，而这也正是犯罪嫌疑人能够屡屡得手，甚至导致犯罪升级的原因之一。根据警方破获的案件来看，最易发生碰瓷儿的地点是公路、停车场、地下车库，最易发生碰瓷儿的时间段呢是夜间。随着人们防范心理不断增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手段也在不断的变化。飞机场、火车站，那些来去匆匆的旅客成为了碰瓷儿团伙的下手目标。犹疑不定的眼神在人群中搜寻，不断变换的说辞遮掩着怎样的伎俩，计划的偶然事件一线正在播出。碰是肯定是碰到了，是不是我碰到他还是他碰到我，这个搞不清楚。沈阳铁路警方接到这起报案的时间是2022年5月27日晚上9点钟，报警人是刘先生。主要是怕耽误行程，如果我是今天不走的话，我肯定不给他出这个钱。刘先生说，当晚在他到达火车站去往进站口的途中，被一名男子拦住了去路。那人说，刘先生拉的行李箱压住了他的脚面，并且他已经受伤，要求刘先生给个说法。他自己说，你看我停了，骨折刚好了，他说你又压着了，他说。他自己说的呗，骨折啊，他自己说的。那走道有什么异常不？就走路有点瘸。看到对方确实像是受了伤的样子，刘先生极不情愿地掏出了100元钱。我说100，给你100块钱吧。啊，你说给100块钱。他说我不要100块钱，我不要你的钱。说你给我买2盒烟就行。我说我感觉买2盒烟花不多少钱，就了事了，不想再惹麻烦。看到刘先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那名男子就领着刘先生离开了火车站广场，走到马路对面。可是当进入一家烟酒店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买了1条零2盒。买了1条零2盒。花多少钱？花900。拿啥烟呢？啥烟？一条软中华。两盒什么烟？2盒我不知道，我那叫啥烟了？100块钱1盒啊。面对如此无理的要求，刘先生当然不愿意，但是该男子说出了以下的这番话，刘先生不得已只能忍气吞声。他说你必须陪我，你不陪我说咱们去医院检查，领我去医院检查去。他一个人打电话，
他有个朋友说来，他说我马上过去，咱们一块上医院。那这医院一检查，做个 CT 啥的，说你想想，你不得花个三天两天的？还耽误我赶路。按照对方的要求买了烟后，刘先生将这些烟装在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交给对方。返回候车室后，刘先生越想越觉得不太对劲儿。看到离发车还有一段时间，刘先生犹豫再三，还是报了警。啊，先生，我就一个密码，希望能把脚压坏吗？肯定压不坏。当时刘先生随身携带的是一个普通的帆布行李箱，里面装的大多是一些衣物。按照刘先生的说法，如果自己真的不小心压到了对方的脚，那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更何况他怀疑对方是在找茬。我在前面走，我前面就没人，我是走着走着，后面的行李箱动了一下。火车站这个区域吧，确实是有这个旅客之间这个磕磕碰碰摩擦这种情况，多数都是以这个道歉是吧，不好意思对不起了啊、哦、这么一个人。然后如果确确实实有重的，那肯定就是到医院就医了这种情况啊、哦、而不会是这种很轻的这么一个拉杆箱压脚之后索赔900块钱香烟这种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根据刘先生的描述，警方调取了案发时的监控录像。画面显示刘先生所述的那名男子之前一直在广场附近，刘先生乘坐出租车到达车站后，他准备拉着行李箱往进站口方向行进，这个男子就开始一边打电话一边快步走到刘先生的前方。当刘先生走到与之平行的时候，并没有看到什么不对的情况发生，刘先生继续前行，而这名男子则快步上前追赶刘先生。一般来讲吧，压着脚的应该先是捂脚，对吧？再指着压着脚的人，对吧？再说一下脚这事儿。他是直接就是去追被害人。对，他直接就快步的去追这被害人。五分钟后，这名男子带着刘先生离开了站前广场，走到马路对面。又过了七八分钟，他们再次出现在监控探头之下，正往烟酒店走去。你看啊，他这个走路是不？看他脚，看不出来有明显的走路受伤的情况。我说他这个带着被害人走这个方向，这个速度都是非常快，根本就不像是腿被受腿受伤了。你看他边走边跟这个被害人交谈，对，还给他这个引道引路，对吧？啊，好像带着他走，目的地非常强。随后，警方又发现了两个可疑之处。首先，根据刘先生的描述以及他的交易记录，警方找到了那家烟酒店，想对可疑男子做进一步的调查。烟酒店老板表现出的神态让人生疑。这个一个多小时之前，有没有两个男子在这儿买过900块钱的烟？没啥印象。没啥印象啊？就一个小时之前，真记不住了这个。因为这个，它是一个小烟摊儿，每天卖的烟、饮料基本都是零盒的。像这种一条中华这种组合的香烟，特别是一小时之前他刚刚售卖的这种情况，他应该是记忆犹新。除此之外，通过监控视频，警方还发现装有香烟的黑色塑料袋在刘先生交给可疑男子之后很快就消失不见了。被害人走了，嫌疑人的黑色的方便袋在手里短暂逗留了几分钟，消失在这一个角落里面。几分钟之后再出现的时候，就发现了手里边这个黑色的袋没有了。根据警方的调查，可疑男子最早出现在车站广场附近的时间是晚上7点钟左右。从他出现到遇到刘先生，再到最后离开，没有发现他在现场周围跟其他人有过什么接触。根据这个现场周围也没有其他人员出现，我们怀疑这个嫌疑人应该是把香烟退掉。如果警方的推断成立，那么嫌疑人很可能是把香烟原路退回了。按照烟草行业相关规定，每家店铺所能销售的这个烟号是固定的，他从这个烟铺买的烟是不能退到别的家的，因为退回去了烟号不符他也卖不了。这家烟酒店的老板姓赵，通过查询店内的资金交易流水，警方发现就在刘先生购买香烟的900元钱到账后，
不到十分钟，赵某又有另一笔800元的钱转出记录。正常来讲，这个烟店很小，每天的流水呢也不多，像那种大额的就比较明显，之后马上转出，我们就这个高度怀疑。经查，接收赵某打款账户的开户人姓江，沈阳人。经过图像比对，江某正是那个让刘先生买烟的人。就那个我在沈阳站拉活，那个旅客他拿皮箱压我脚，我在前面，他从后面噔噔跑上来压的，他从后面上来光他不瞅咋的，他确实真压着我了。对于为什么要退掉那些烟，江某是这样解释的。那玩意儿我拉不拉活呢，那玩意儿有的好烟我也不能抽啊，好烟呢就退了呗。那就综合之前的调查研判，警方认定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偶发事件。我们从监控上看到他这个动作和这个行为非常老练啊，应该不是那种就是突发性的，他肯定是经历很多次同样手法的作案，所以我们认定他是一个惯犯。如果说江某涉嫌违法，那么烟酒店老板赵某是否也知情呢？因为这个烟这个东西很有可能被调包，所以一般的店儿只要烟离开柜台是绝对不会给退的，但如果他给退了，就证明他俩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联系。果然，在对烟酒店老板赵某以及江某的账户进行核对时，警方发现在案发前两人之间还有4次交易记录。然后我们发现这4次打款呢都伴随着大额进账，然后他会烟店会扣留100元或者说几十元不等，然后再把这个钱马上就10分钟打到这个来人账户上。警方分别找到了那4位给赵某转账的旅客，他们都曾经在沈阳火车站遭遇到跟刘先生相同的情况，尤其是袁先生，他说的这件事发生在2022年5月27日的上午，也就是刘先生报案的当天。这个赶火车呢，拉着一个行李箱着吧，有男的大概50多岁了，就说我拉行李箱把他碰了一下，他不让我走着，知道吗？碰哪儿了？脚。根据袁先生的描述，警方调取了监控录像，这个拉着一个大行李箱背着双肩包的男子就是袁先生。当时袁先生也是在从地铁口去往车站进站口的途中，被站在街旁的一个中年男子挡住了去路。进去我记得走路我感觉是没撞到他，但是他说撞到他了，所以他说哎，他搂着我，他说你碰到我了。时间之后他好像一瘸一拐的去旁边去了。起初该男子腿脚不利索的走到路边，将脚翘到护栏上，貌似在查看伤情，但是当他看到袁先生并没有停留继续前行时，就马上恢复了正常步速，快步追赶上袁先生。他给人出来的感觉是好像是说碰到很严重，他说碰到疼得我都受不了了，我知道说去医院怎么着，当时我急着走了，他直接说让我给他买烟，本来我以为他去买烟意味着你花个200-300块钱还不行。后来袁先生也被该男子拉到赵某经营的烟酒店购买了高档香烟，这才了事。因为时间太紧，这几名受害人均没有报案。通过辨认，几名受害人一致指出，那个自称被压了脚的人就是江某。怎么经常总是压你脚呢？我天天来呀，这就是避免不了人多，旅客也不也多嘛，对不对？他也不瞅他，咣咣就是拿着拉杆箱，鼓着他咣，有的时候压，有的时候蹭。那你道歉解决不了吗？这问题？那玩意儿真疼啊！一起有可能是巧合，但是他却在半年内连续在沈阳站发生5起这种情况的话，那就应该不是巧合了，一定是有意为之。至此，警方认定江某涉嫌敲诈勒索罪。同时，烟酒店的老板赵某也因涉嫌隐瞒犯罪所得罪，被警方采取了强制措施。当前呢，碰瓷儿已经不再难办，敲诈勒索行为也不会随人员的流动而销声匿迹。在此啊，铁路警方提醒大家，每个车站都有报警标识、报警电话，意识到被碰瓷儿或被敲诈时，要及时报警，让任何违法分子
无处遁形。针对旅客在旅行期间受到侵害后担心报案会耽误行程的这种情况，铁路公安机关也在积极地采取相应措施。他们除了加强站内的巡防之外，还采取了车站与列车之间的联动机制。现在几乎在全国各趟列车上都贴有报警的标志，以期最大限度地打击此类违法犯罪。当旅客在车站来不及报警时，在车上同样可以直接报警。我们可以看到，在车厢两端张贴了我们沈阳铁路公安局的二维码报警标识。旅客想要报案或者求助的时候，只需要拿起手机进行扫一扫这个二维码，即可进入到我们沈阳铁路公安局的微警平台。假如您要报警，您可以点击我要报警，那我们可以看到进入到下一个界面。您只需要填写您的电话、姓名和您所在的车次和车厢，点击提交，下一步就进入到您的报警内容。下面把你需要报警或者是求助的案件内容大概的概括一下填写，我们就会收到您的成功报警的通知。碰瓷儿是指行为人通过故意制造或者编造其被害假象，采取诈骗、敲诈勒索等方式非法索取财物的行为。那么实践中对碰瓷儿行为是如何定罪量刑的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副教授的解读。我们面对一个碰瓷案件，首先会要考虑构不构成抢劫罪。抢劫罪它要求什么呢？达到压制人反抗的程度。比如发生了碰瓷之后然后我围上来一群人，对吧？你不给钱我就要打你你不给钱我就当场威胁你，你不给钱我现在我就要把你怎么怎么样这种当场去实施暴力胁迫并且当场取得财物的，按照我们司法实践当中满足两个当场这个标准的，我们才可以给他定抢劫罪。如果达不到这样一个压制人反抗当场取得财物这样一个条件的话呢，那么就只能就不能考虑抢劫罪了，那就得去考虑剩下来的诈骗或者是敲诈勒索。那么诈骗罪和敲诈勒索他们俩的一个本质的区别在于什么呢？他们都没有完全压制对方的反抗，但是呢让对方给钱交付财物的时候都利用了对方有瑕疵的一种认识。那什么叫做有瑕疵的认识呢？大体有两种，一种是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对吧？明明不是我的过错，却你让欺骗我，搞得好像是我这个给造成了这种交通事故了，然后呢我基于错误的认识交付财物的，那这种基于错误认识交付财物的我们叫做诈骗。那么还有一种意思瑕疵表现为什么呢？受到胁迫了，基于了恐惧的心理害怕，对吧？比如我们的案件当中有这个反映出来，有一些这个碰瓷的人他专门找什么，找这个酒吧呀、夜总会门口去碰瓷。为什么呢？他想的这些司机可能刚刚从酒吧夜总会出来，他是喝了酒的然后他又开车，那么我现在找他要钱，他要是不给我钱，那我们走正式处理，那可能他的这个醉酒驾驶行为就会被暴露出来，他就会感到害怕那么这种使得他人基于恐惧心理而交付财物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定的是敲诈勒索。在我们这个介绍的案件当中呢，有一个案件他是说这个碰瓷之后人家对方呢可能是要去赶火车，就纠缠对方。你看这种情况下虽然呢我这个纠缠他会让他感觉到很麻烦，但是我也没有扬言要打他，也不会给他带来什么这个人身上的伤害，对吧？他不会感到很恐惧，他会感到很困扰。所以仅仅是感到困扰而不是感到恐惧的，我们就定不了什么，定不了敲诈勒索，只能往诈骗方向去考虑了。近年来碰瓷的手法不断演变翻新，涉及的犯罪类型也更加广泛，会涉嫌抢劫、盗窃、抢夺等犯罪行为。警方也再次提示，如果遭遇碰瓷儿，一定要坚持报警处理。如果遭遇对方强硬手段逼迫，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适当转钱，同时想办法给警方留下后续调查取证的线索。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
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